友们，欢迎来到由小肥羊火锅连锁店冠名赞助的《爱上非诚勿扰》节目，我是主持人 Julie。 那么我们今天呢，还是有请到 Bradley's New York 的代言人 Tina 小姐呢，来给我们聊一聊女性选择内衣更多的 tips。 这都是我们2012年冬季的最新款，好美啊！大家看一下，看这个内衣上的这个花纹啊，这个线条感都像是中国的工笔画一样，这么的精致。对，没错，它是刺绣。是，然后中间的这个花也是一层一层的蕾丝，都是这个塑造起来的。然后肩带上面哈，对，都非常的完美。这还有一款，这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。哇，这颜色很粉嫩。对，而且它这个也是属于步骤二，是塑形的那一种，对不对？对。哇，也是整个，你看下面这一层非常的精致，每一个镂空都好像是这每个都特别的设计过，特别的漂亮。而且你可以看一下它这个里层，它跟一般的那种市面上的内衣不一样的就是它是双层的，这边就是你手感就感觉得到。哦，对，那是不是特别可以就是加固这个那个胸下面这一块的这个对力量，就更好的支撑能力。是，那我们看一下里面好不好？好，那里面它也是跟普通的内衣不太一样哈，它这个垫子的这一部分，它其实是可以翻开的。对，没错。然后它里面还有一个里垫，就是完全是根据你个人的喜好。是，就是说你如果想说，想就是更加丰满一点的，其实这边还有更多的空间可以再放一些东西。对，没错。那然后如果说，在什么要穿一些什么样的礼服或者什么的话，你这个里面它也有一个口子，可以把它里面的这块棉垫取出来或者是加进去，对不对？是，没错。这是特别的设计，是它的那个，它是个集中托高的地方。它其实比一般的内衣要高，所以呢，它是会给你更好的形状。一般去市面上买那一些内衣呢，我们就发现都很好看，但是我觉得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什么呢？很难找到就是配套的那个。对，哇，那时候挑下半身没有配套的，对，挑配套的好辛苦啊，一直找，是没错，但是 Bradley's New York 他们每一套内衣，精致的内衣，他顺便带着一套精致的小内裤，像这一个呢，就是一般年轻女生比较喜欢的丁字裤，包覆感比较好的，然后就是全包的这样子，而且他们的做工真的，你看。是完全配套，你看这个小蝴蝶结，真的是太漂亮了。真的，一模一样哎，就是设计师特意为大家设计。Bradley's New York 它有非常好的售后服务，是因为我们知道，我们每个人其实每个人的身形都是不一样的，对，不可能有任何一个内衣是 one size fits all， 那是不可能，每个人身形不一样嘛，对不对？对。那 Bradley's New York 它有一个特别的地方，就是它可以根据你个人身形的不同，而为你做适当的调整。如果你去他们的店家看的话，他们每一个店家里面有一个小小的缝纫机，现场当场给你修改你的内衣。那比如说，好，今天可能有些人他说，哦，我不喜欢这个蝴蝶结，我觉得它太繁琐了，没关系，当场给你拿掉，一分钟都不要。然后有一些人可能觉得说，哦，可能我的骨架比较宽，那我觉得好像这些扣子我扣了就感觉好紧哦。没关系，当场可以给你加一些扣，就是每个人的身材还是会发生一些变化。是，没错。有些女生可能她就过一个月瘦了点，她说，哎呦，我这个好像是不是太松了，那么我们再把它拿回去，是不是也可以得到一些帮助？当然可以，而且我们都是免费帮客户修改的。之前呢，我们有一个那个客人，他就是他买了一套新的内衣，他非常喜欢，然后呢他就带回去，可是很不幸一个礼拜他那个狗就把他这个给吃掉了。哇塞，这狗真是，就觉得说，哎呀怎么办，我很喜欢这个内衣，那没有袋子我怎么穿呀？对，那他就很懊恼，他就回到店里，然后跟店家说，哎呀这怎么办，然后我们店里就免费帮他换了一条这个肩带。也是马上就可以拿到了吗？对，马上可以拿到，五分钟不到。真的很贴心。对，马上拿到。怎么样才可以买到这些这么漂亮的内衣呢？没错，我们的内衣呢是在 Bradley's New York， 当然在纽约已经有了三家，然后它是在那个 SOHO， 如果不知道观众朋友对纽约的了解如何的 SOHO， 很多年轻人爱去的地方，然后很多就是很好的衣服啊什么的都在那边。那然后呢，我们在 LA 也有，现在已经有一家了，那然后我们在计划中还要在 San Gabriel 附近可能要开一家，这样方便我们华人购买了。那有没有这个网购的方式呢？当然有啦，我们现在马上要launch 一个新的网站，叫 www.
brightlysnewyork.com。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，特别是女性观众，如果说想要买到这样合适自己又美丽的内衣的话呢，一定要先关注我们 Brightless New York 的网站，那之后呢就会推出各种的这个分店的信息让大家去购买，是吗？是的，没错。那谢谢 Tina 来到我们的节目，然后呢观众朋友们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，拜拜拜拜。